长那么帅。好，大家好，结婚。今天我们要来重启我们很久没有拍的单元，我们的一千元系列又来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今天呢，看这风光明媚的早晨。我现在大概时间下午2点3点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在深坑老街。现在呢，我在肚子上这滩油呢，我已经融化的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油脂的一个部分直接一个融出来，这是重点。所以说，我现在介绍我们今天参加这一千元企划的有哪些人。那首先是我的小可爱王子恒，还有这个英雄本，英雄本人哦，英雄本，在这个、啊，这我就不用介绍了，好不好？就不用介绍。阿萨斯啊，文涛哥啊，好，文涛哥啊。然后赖永麟呢去嫖妓，所以他就没来。对，然后摄影师过来，那我们现在开始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去吃东西喽，拜拜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，现在喝我们第一家，现在喝一杯饮料吧，因为这个天气真的实在太热。我们先给你看一下这个气温，现在是几度？不得了啊，这个 iPhone 是不会骗人的。现在这个温度35度，哦，文山区在深坑区旁边，所以很接近。现在35度，我们现在已经热到个不行，所以我们现在买饮料喝。OK。好，我们今天饮料已经来了，漱他一口。哇，干你好甜。你的脸怎么面有蓝色？现在好一点。看他妈这红茶糖浆，你知道吗？这喝了可以弄止咳嗽，你懂不懂？可是我觉得我这个还蛮不错的、啊。那我这个，我是冬瓜茶、啊，你这你这样子含草糖。我要去哪不好喝？去哪不好喝？来，我们来问另外一个人，躲在外面怕太阳的男人。真的柠檬啊。偷零哦，还可以啊，还一般，一般，啊，就是一般，好不好？可是呢，我大学的时候来的时候都会买这家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这家都不会关，其他家有没有反观家啊？不好意思，觉得你觉得垃圾的感觉怎么样？他跟我讲，他说其实他觉得垃圾是这很棒的感觉，他说舌头与舌头之间的那个碰触，是很棒，好吧？所以说大家记得跟女朋友在恩爱的时候一定要垃圾。OK， 我们现在吃别的东西，拜拜。嗯，乖乖，我跟你讲，我先到第二家。我跟你们讲，第二家有可能就直接结束，为什么？好不好？因为这家店呢，好像能吃东西蛮多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很有可能剩下的810块全给它花掉。那我们就自己今天结束喽。所以说呢，这部影片可能会很短，它就5分钟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诚意有到就好。就我们再开始点我们臭豆腐。鸭血，哦，这个麻辣鸭血，先交给我们小毛鉴定一下够不够辣。我多年的三八臭豆腐工作经历。嘿，等一下哦。嘿，以我多年这三八臭豆腐工作的资历，我绝对是有资格鉴定这一块臭豆腐的水准。可是容我讲一句话，上一次你才带了你那个三妈臭豆腐到阿德家去，然后才被他打枪。要不再说一次，你上次说小那个臭豆腐怎样？不够臭哦。好啦，来我们先听你的评价，再听他。哎，我现在吃吃看。哦，我一走进这一间店哈，哎，这间店也是我选。我一闻到那个味道，就知道它绝对是有水准，好不好？那吃起来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就来揭晓。麻辣的很到位，但是我觉得咸味欠缺啊，咸味欠缺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从突然听那个声音，不够臭，不够臭，不够臭是不是？啊，好吃吗？真的不够臭。对啊，这普通啊，很普通。你不吃啊？对。那你觉得很辣？我觉得算辣，蛮辣的。蛮辣，但是
臭度够？就普通，几乎都辣的味道，就是那个辣椒那种味道。哦，有没有采访一下不吃辣的？他不吃辣，他只是看我们吃而已啊。你刚好吃啊？吃一个蛮辣的。哦。然后肥肠来喽，然后夹一块吃。够臭。你有听到他说什么？够臭够香，恰到好处。来，再讲一遍。够臭啊，也够香，只是少了几坨屎渣的感觉。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上面少了几坨屎。你到底多喜欢那个肠子里面有屎？你跟我讲清楚啊！你他妈的，嗯，你太干净，其他都不错，就缺点屎味，对不对？嗯 ，OK 啊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轮到我来吃它这个臭豆腐，好吧？他们刚刚都说很辣，我来帮你鉴定看看。就麻麻香香的，你应该喝一口那个热的，是它的汤吗？它的鸭血好吃吗？好吃，可是没了。你娘的！有那个味哦，它的汤好喝哦，只是臭豆腐比较不行而已。然后女朋友她现在给我一块鸭血，来试试看看。哦，鸭血蛮好吃的，哦，他们家鸭血是赞。嗯，但没豆皮耶，放豆皮很好吃。然后再配一下它这个，脆肠，好不好？它叫这名叫什么？是啊，脆皮大肠。哦，它这个皮很像那种烧鸭的皮，可是里面有股，干你娘，怎么有股臭味啊？他妈的！我不知道，我吃的会很肥，可能跟你一样肥。你只是吃自己的鱼心，不要再找借口了。不要再找借口了。哦，看好，哦，看这个有点，这个有点臭臭的，等一下。哦，有点肥肥的。我吃的都还蛮不错，是。好吃。哇，这是我们的第三道臭味香肠。哦，老板娘是说用臭豆腐，然后炒皮蛋。我们来一样交给我们这个臭王，先试试一个，看香菜。哦，他说这个是先炸过再炒过。哦，我觉得只有香没有臭。那你呢？臭味还差一点点。差不多快，有臭，快到你的标准。OK， 再来了，万年了，就是三妈妈臭豆腐。它外面这个酱闻起来甜，感觉甜咸的感觉，很像烤肉酱，闻起来完全没有臭味，只有香。嗯，中间的部分有一点，稍微有点臭，就外面那一层。酱料的衣服包进去，凸显它这个臭味的这个独特性，懂不懂？这一道好吃。皮蛋的表情，哎，他们都说这一道菜还不错吃的，再吃看看，好不好？刚小毛的口感讲的天花乱坠，我就一句好吃不好吃。我随便乱讲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刚才讲啥。很烫。然后汁很多，但是重点没有很臭，香，对，是香哎。但是我们刚刚第一句在吃的过程中，突然讲了一句，他觉得它的皮蛋好像是那种，哎，你要吃心，你要吃心，不是吃这个皮，你要吃那个玉玉那一种，没有？对，加起来。你刚刚就讲，因为那个臭味，还有它的蛋黄的臭味，试看看。我觉得不是臭味，是那皮蛋本身它有一个那个本身的味道，鹅鹅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酱料调一调之后，就有一种比较更重的一个腥味。还比较好吃吗？我比较喜欢吃麻辣臭豆腐。真的，我自己是喜欢吃这个。这道我觉得还好。
普通啊，又要又要原普。我们发现下一家是炭烤臭豆腐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讲一件好笑的事情。我们刚刚那个第一餐吃完之后，你们要剩多少钱呢？我们剩下120元。我们今天1000元计划是史上最快结束的一次。OK， 我们现在这边看有什么可以吃的。喂，各位，北美餐非常靠背的事情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1000元系列呢已经结束了。好，我们用这个金大饼臭豆腐作为的结尾，原因很简单。我们发现深坑老街根本没什么东西，你问我们英雄都知道了。其实剩100多块也买不了这东西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来吃我们第一家吃的臭豆腐。如果这个臭豆腐不好吃，真的我扁你啊！当街开扁。你要买是国栋是不是？快要打到我鼻梁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点我们的臭豆腐，然后做个简单的结尾。臭豆腐已经好了，但前面啊有一个人有一个大妈点了10份吧，因为我目测是10份，然后就在那边站了大概二十分钟，二十分钟。那这么辛苦得来的臭豆腐一定是特别香甜，好不好？告诉你，吃这个臭豆腐，烤的臭豆腐一定要加 NC 啊，不是 NC 的人啊，那就太可惜了，好不好？你的人生就少了一种美味，懂不懂？那我先来吃第一口。超级劲的色，他妈这不是臭豆腐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好像没味道，是很难吃。来，我们看一个讲串烤香豆腐，这不是臭豆腐。它真的不是臭的，买错了。你吃一口牛。达人秀，金大饼串烤香豆腐。哎、欸，真的不错。来，你吃一口啊。不错。完啦、啊，靠了鼻梁完了、啊。等一下，鼻梁该要完了。哇，看来你们两个都不是很满意哦，等了20分钟。哎、欸，你等了20，所以你觉得刚才大姐买10份是不是自己人？我觉得是哎、欸，那等下就绕回来了。那等下走这样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生意怎么样？我刚刚那个效果做得够吗？哎、欸，他们几个都说不是很好吃，我现在试试看。太贵了，它的酱的味道蛮，我是觉得蛮讨喜的。它太淡，会吗？我可能我觉得这个味道我觉得刚好。好，真的不是臭豆腐，不会，它是像劳合夜市，它不是有一摊是那个卖那个什么炭烤臭豆腐，但结果它真的是香豆腐，有点失望。我刚想说前面怎么都卖10块，怎么这一摊卖30块？因为少一个臭字，那个臭要5块。啊，我们这个最后一样东西有点落在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整部片都很落在，所以无所谓，好不好？是这样子。那假如说这支影片呢，我们来创造 dislike， 看可不可以超过1000个。OK， 就这样子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在这深坑准备要回去啊，我现在这个榕树下面休息一下，那我现在转过来，哎，你坐那边，我在反省。哎，你在反省什么？反省我今天没事来深坑干嘛？我在想，我为什么要今天要找各位来深坑老街？什么店都没开，东西又很普通，最后一道还吃到一个什么香豆腐。